出了什么事？徐会长的事吧？该不会被拘留了？我绝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我手下握有相关的录音档跟证人。录音档跟证人，已经变成垃圾了。是。什么？翟佩元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离职，那个病患也承认自己是受到徐会长的收买。你这家伙！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我来奏可台，你真漂亮。